过来。哥，哥，过来，这里了。前面学的课程复习一下，来，来，拿过来，好，哎呀，各大拇指，大拇指 ，OK， 好，来看这里，眼睛看公子，对，这个上面有这个弓子，上面有两个黑的，一个两个，你先在这两个黑的之间走啊，不要超过这个黑的了啊。大拇指，这个大拇指，大拇指要这样往里走 ，OK， 小一点啊 ，OK 来 ，OK， 那边把琴夹住啊，啊，走，继续走，来，从这个黑的。看着弓子啊，从这里走到这里呢，不要走到前面去了 ，OK？ 来，看了，看了 ，Good， 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啊，换一弓，转下来。这个右手又变了啊，指着分开，一二个的啊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 ，good， 好，换上来，一二三四，二，你自己这个手走啊，不要管我啊，大拇指 ，OK， 再换过来。现在来把左手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就来开始学这个放手指头在上面啊 ，good， 好，大拇指放到这个地方，这里要对着这里啊，然后手就抱着像这个样 ，OK， 这手要像这样吗？啊，这样吗？呀，手要放松 ，relax， 像这个里面要抱着一个东西一样，还记不记得爸爸以前放一个手指头这里啊？把手放下来，抱着我的手指头，看手指头抱起来，弯下来，其他手指头弯下来，好，现在我们学会把第一个手指头放在第二根弦上，这是 A 弦，这就是第二根弦 ，OK， 好，来，手弓子拿好，弓子还像以前那样拿好。大拇指怎么弯的呀？大拇指 ，OK， 好，在这个地方啊，不要动，不要这样上上下下的这样动 ，OK，
我告诉你一个地方，你就放在那里啊，放这里。错。笼子掉了啦，笼子放了芹菜，手轻轻的扶着它就可以了。OK。Yeah, yes, good, very good. 来，把这个上来一点。这里啊，在这个地方啊，拉一下笼子啊，笼子往这边偏。OK, 来，这里放松，这个大拇指放松这里。当你按上第一根弦的时候，其他的手指头呢都要弯着，都要弯着往那边弯，不要跟它两个挤在一起。OK, 不要跟它挤在一起啊。不要跟他挤在一起了，分开，这样分开啊，这样手指头都分开，呀，分开以后 ，good， yeah， OK， yes， OK， 这样放的，这样放的，哦，放轻松一点 ，OK， 放轻松，轻轻松松的松开，分开，轻轻松松的分开 ，yeah， 轻轻松松的分开，呀，自己很难看了，看到吗？轻轻松松的，就这样分开。Yeah, good. 好，走，来，我们来走。好，抬起来，第一个手指头抬起来。再放到那里，再放下去。哎，不要放到第三根弦上去了，第二根弦。下去一点，上去一点，上去一点。好，你那边去一点，看低，在这里。三个手指头都放在一起，其中呢，这个中指头和这个手指头，两个要靠拢，都弯着，这个地方都弯着，不要这样绷直，得这样弯着。OK, good, very good, very good. 我好，把第三个手指头拿起来，好，再拿起来。第一个手指头，好，第一个手指头放上去 ，Yeah， 第二个，离第一个稍微远一点，往上面去一点 ，Yeah， 好，把弦按着，太高了，太远了，收回来一点，第二个，对了，好，第三个手指头上，靠着第二个手指头。对了，好，你看看我拉着你看啊，你看到我的手指头放的地方，是，看我手指头放的啊，来，看着，过来，在这，站着看我，那，看着，站起来，你那看不下了，你那看不下，看看。就是这样啊，一个一个手指头放下去 ，OK， 来，
靠琴先要加好，是不是吧？一个一个手指头放下去啊，松的良好啊。我们先从一个手指头都不放开始 ，OK？ 啊，停住，第一个手指头放下去，高下来一点。走，这就走。等等，喂。OK， 当你第一个手指按在上面的时候，其他的手指头要跟它分开，要跟它离开。OK， 因为你马上要放这边第二个手指头，然后，这里请夹住。这个，然后这是第三个手指头，把这个弦要放，手要放到弦上面啊。OK， 好，来，第一个手指头 ，OK， 好，来这边手指也都要弯着，都要弯着，弯过去，呀 ，OK， 来手放松啊，来，喂，放松，好 ，OK， 好，来，第二个手指头，第一个手指在这儿 ，OK， 慢慢来啊 ，OK， 好。啊，第三个靠着第二个放。好，第三个拿起来。呀，第二个拿起来。但是这个太高了，收回来一点。OK， 走。呀，你的手把弓子扣住。你可以这样吃吧。你有吗？对啊。